说生成进化，现在是系统默认低特效，大家可以看到有90到100个帧。现在调到中特效试一下。现在是中等特效，大家可以看到画质好了很多，但是帧数就比刚才要低一些，也可以在60帧以上。再来试一下高特效，现在就是刚缩小了，但是看一下帧数还是在的。我们再来试一下极高特效。极高特效就有一点吃力了，跑起来就有20帧，不动的时候有30帧，不过画面看起来确实好了很多。我们再来试一下低特效，把画质拉满。现在就是低特效最高渲染三帧点，
现在是中等时效，试验分辨率拉到最高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帧数，30到40帧左右，画面相当美丽。啊！